吃鸭跑，我去吧。来。哎呦我去！那给一点，我下次给钱你好吗？下次再给钱你。我买两个。没有啊，两块一斤啊。两块。哦。能称一斤给我吗？下次给钱你啊。没问题啊。这个你的。两块一斤。能给一斤吗？下次给你钱啊，给一点给我，下次给你钱好不好？没给的，就一点点给我，我去煮啊。可以啊，人家能给一点给我回去煮饭吃吗？啊，能拿一点给我回去煮饭吃吗？啊，给个袋子，给一斤给我可以吗？啊，下次有钱了给钱给你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一斤给我好不好？哪里有啊？哦，你没有啊？别人也有啊。哦，就是你做个好事吗？我的别人也有啊。不行了，我现在没钱，能给一斤给我吗？啊，说一斤给我可以吗？哥哥，你家不是袋子，我袋子，我这里有袋子。谢谢你啊，哎，你是好人，大好人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我说这个米米的。哎呀大叔，哎呀你大好人了，这个米我帮你要了的。帮呀啊，我有钱，拿钱过来了。啊，要二十。这个两块五啊。哦，这个五啊。哎，大伯，你饿了？哦，145啊！哦，145啊！这我这吃的哪点？你多大年纪了？70。身体好啊！你是好人呐、啊。那个钱不找了，不要脸了，不找了。啊！我拉你啊！我拉开哦！啊，帮我拉客。你是好人呐、啊，送100块钱给你。哎，我这你是大好人，今天把我扶起来了，又送了你给我，你是个大好人啊，老人关爱老人啊，你放在这里先，我放在这里，我等一下过来拿。哦，啊，过来拿，这个是莲藕粉，也送给你，当那个早餐、当晚餐都可以的。都送给你了，啊！好人一生平安，黄金啊！我黄金啊！我别走，黄金哦，慢点，慢点是吧？是，慢点。我是猪妈，嗯，我是妈，我哪？我是妈，我哪？你哪跑？我是妈。啥情况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哦，我有力气啊，我可以。力气大啊！啊，再见。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对不起。一样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我像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。我是本地的，你是外地的。啊。我是到。我到。讲讲洋话怎么动。借我两块钱，能借我两块钱买包子是吗？借我两块钱好吗？我没得钱，没得钱，我吃包子。
包子啊，嗯，五毛钱算了，有不有？五毛钱，五毛多钱呀？啊，五毛钱，五毛钱，我没有钱。我也没有钱，你也没有钱，你今天卖到没有？啊，今天卖出去没有？没有卖，没有，卖不开，卖不开。这个萝卜多少钱斤呢？卖过，送要一个，不是啊，要一个啊，想要一个啊，送个下子给他。哦，这个送给我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了。嗯，好人，谢谢你，好人，我说你，嗯，借两块钱可以吗？没有啊，老人家能借我两块钱吗？怎么不认钱？我说能借我两块钱吗？我没钱。没钱，你借我两块钱吗？没有。能借我两块钱吗？外面没人。没买到。还没买。啊。这个。两块。两块。一斤，这个一块五。啊。一块五。哦，你要的什么？要的那羊，那的不是？帮不帮你要了，好不好？啊、你吃了那么多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拿钱过来了，这个五毛钱还给你。你还干嘛呀？你要不算了嘛。哎呀，你老人家，你赶紧买爸爸吃了，买个爸爸。你多少岁的？啊，你多少岁的？每年七十了。七十岁，我也七十岁的。也七十了。啊，来拿着。那这收着算了，收着算了。拿着，收收。这个你老人家也不容易。啊、哦，是啊，啊，来，全部称了，全部称，嗯，我全部帮你要了它。这个算两块算两，这个一块，这水平不一块算了，哦，哦，要啥？这个一块，哦，通通一块五了，也不要说一块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也好，算了。拿这个袋子好不好？哪个好一点？一个袋子好，下个是烂的。啊，这个好一点。哦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哎呦的你加油，哎呦不行了、哦、哎呦我来师傅、啊，你老人家怎么这么好啊？哇，哎，好老人呢，家里几个人吃饭？家里，嗯，六个。哦，你这么好，我送两百块给你。哎呦，莫送了，莫送了。嗯，这个菜是自己种的。还要早点去买点。这么大年纪还种菜啊？没得钱用啊。没有钱用啊。要生活。要生活。啊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这两百块送给你了。要上俺这给我啊，送两百块给你买东西吃，好不好？你买一点东西啊，老人家不容易啊，为你的善良点赞，你是一个好老人。哎呀，再送两罐这个藕粉给你。一个什么？莲藕粉啊，用那个开水去冲。我要一锅算了。哎，要都要啊，都要了，要不用客气。要要要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哎，遇见就是缘分了。可以的，吃的用开水泡，当早餐晚餐都可以的。啊，帮一下我。把你加下。啊，来来。你把它扔啊。啊！你能打得中？哎呀，把那一二三，我们就进来。哎呀，可以吧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可以啊！哎，老人家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再见了。啊。再见。加一颗真心，只有一个人才爱你坚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当你老，甜美的酒，问我，你